来到第三集的 Mavis Mini Vlog。 我今天呢斗胆尝试一下这样画眼线，我觉得有点浓，但是远远的看好像显得眼睛比较大，有没有啊？我现在等他呢，在干嘛？在等他收拾好我们就去吃午饭了。我们打算去吃广东早茶周记。我觉得开完地这个口红真的还蛮神奇的，我现在吃完了，你看看我嘴上还有。开完地，开玩笑，开完地，开完地，什么开完地呀？好了，那这一周的 mini vlog 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，可以在视频的下面留言，并且给我点个赞，发弹幕。我们下周一再见。